唱片第20年了，那我觉得这20年来，我觉得台湾在流行音乐跟这个戏剧，我觉得已经走到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阶段。那我觉得剩下的时间应该是这两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所以当初5年前大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非常的困难了，有太多太多的困难在里面。因为我们真的是筹备以后才发现，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做？那为什么其实像百老汇它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投资跟这么大的一个心血的付出？所以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的环节。那终于在2年前开始准备。决定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其实今天的感触非常多。那特别是我觉得邀请到你看，我们这次全部都是清一色，都是歌手，然后又身兼演戏戏剧的身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缘分。也很希望说这个剧，因为其实目前我们从上一次海选公布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包括这个海外很多的电视台，其实打电话来探寻说，他们对这个剧这样一个特殊的剧种有非常高的一个兴趣。那特别在内地也有很多很多的人。我觉得对这个剧有很大的关注，所以我也希望说，透过这次的开镜，还有有这么多优秀的歌手们，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台湾的一个奇迹啊！因为偶像剧嘛，其实难免真的就是会唱唱跳跳，所以唱的话还好，但是因为跳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尤其对我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开始是其实甚至有点抗拒的，但是因为其实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现在其实对跳舞这件事情是没有这么抗拒，但是其实。好，要更好，我们必须要在画面上呈现，我们是很厉害跳舞的。抖了，吓一跳，吓一跳。所以还要。吓到我了。所以我们超偶总会继续努力，对不对？对。就我们这个其实比较类似像百老汇的方式，而且就我们跳舞的过程都会穿插很多的剧情，所以可能会有歌中剧啊或者什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表演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所以不敢说跟小猪挑战，但是小猪有空可以来一起玩，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演音乐剧真的是会有一点上瘾，就是演过一次就会想再演一次，再演一次。那我觉得这次的这个音乐偶像剧真的是结合了我们所有的兴趣，把它加在一起，而且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经验，很好的训练。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学。练舞啊，然后大家要录音，大家要学歌，大家要培养默契，然后还要演戏。我觉得这个整个东西，整个变成真的很像音乐剧，可是是在电视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非常期待，因为我觉得，目前我没有看过一个这样子的这么特别的在华人地区的一个偶像剧。我觉得呢，我们所有的演员呐、啊，对，哎，对对对，因为我给大家保庇哦，收视一定长虹，你给我掉不掉？然后有看我们的戏呢，这个 K 歌情人梦的一定吼，好，大家拢有满你，你给我喊好。哎哎，等薇姐，你嘛讲。对对对，其实其他人都是这个专业技术考量，只有这个彩华姐，你是我们的门神，哎呦，所以收视就是因为有你呢，就一定挂保证了。对，而且呢，我现在扮演的是财神哦，对，所以 money 就是代表财嘛，所以只要看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戏的话，一定会有财，对不对？就会有 money， 对不对？基本上呢，不能透露太多了，但是呢，我们其实有分上下层两个结构了，那上层的结构当然就是这个。许慧欣、范逸臣，然后马念先跟君天，对，那他们呢会不会有什么男恋呢？男女恋呢？我就不知道，因为要看，因为只有三个男的嘛，三男一女嘛，对不对？
光这样听就觉得很好看了耶。哦、真的、哦。对啊。你喜欢看谁跟谁？其实都好哎。那下层结构当然就是这年轻的小朋友就是超有种了、啊。那超有种，我们是是男是女，所以就比较好搞定一点。是。对。那当然呢，这个我们现在最头痛就是要帮这个彩华姐，嘿，要安排怎么那样的一个男生啊，男主角，而且这个戏呢，又要有这个非常的比方说文性啊，或啊之类的。Oh my god！ 但是不要找白云哦。哎，我尽量可口一点。Okay. 好，那就麻烦建宁老师您多费心了。好，没问题。对对对，我都可以配合。好好，对对对，谢谢。因为可以说我们以前是有一段恋情，只是现在就不是了。对，就是里面有在游泳池。有我肉什么都有。哇，该有的都有，就这样。而且有在游泳池吗？场地是不拘了，感觉来了比较重要。